答第一个的。不认识的地方去找。我不是你。干嘛？要出力啊！这样比较好听吗？这样会变很大声。好，正经，你今天完成的 OK 了吗？好，练习完了，那我们只派今天的作业喽。哦，任务，回家学习的任务了。这个、音效的时候，代表我已经这个城市这一个抽奖系统已经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无聊国小蝴蝶解说员林婷宜，今天要为各位同学介绍的是天竺鼠的植物与幼虫。大家好，我是无聊小书虫吕佳怡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书是《快乐美牙族》，这是一本有关牙齿保健的书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请问您对国家的未来教育有什么样的期待？Good afternoon, this is Mia Tai from 无聊 Elementary School. Today we are so glad to welcome the very special guest. 做影片对我来说，它不是一个作业，它更是我们成就感的来源。所以我希望以后可以一直持续的做影片，让我有更有的自信跟成就感。啊，不然训练咱真侪这个导览员，哦，咱介绍咱。蝴蝶啦，蝴蝶也好啦，吼！啊，咱一挂经济作物，咱一挂农产品，吼，这对囡仔无形当中是足大的帮忙。啊，而且呢，会当帮忙咱家长吼，增加一些收入。